Hello，我今天要来用这个梅酱腌肉。准备好了，在这里，然后准备刚刚的这个梅子给它倒下去。酸酸甜甜的，因为这个梅子有点酸酸的，加烤姜，它倒下去，这样就差不多了。好，然后加一点黑胡椒好了。香的哦，然后保鲜膜封起来，让它腌大概一个小时好了。现在我来切小黄瓜。时候呢，拿出昨天腌好的这个鸡肉，来煎它，先热锅子。油比较热一点之后再下去，我再等一下料。应该差不多了，下去提勺下。
对。这样应该就够了。现在先上好了。好了，收了。一个这个猪五燕的梅子汤，然后加气泡水，就是等一下搭配的饮料。那这个要没有那个，来一点这个糖，这样过把它关起来，收起来，我变成这样子。加入气泡水，这是冰的哦。这个是，太棒了，完美，跟刚刚那个配起来，对不对？这个饮料，啊，太棒了，好喜欢啊！吃一下这食物。拜拜。多了一个梅子的味道，配一点青菜，这样比较清爽一点，我试试看这个，很舒服哦，蛮好吃的，这食谱成功，拜拜，我要吃了。